医院的电疗其实是效果最好。说真的，电疗效果真的很好。是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每一次哦，因为我要开车载我妈去嘛，对，载去啊，今天车停家会开就得吸干呢，所以到后来人家就讲说，哎，自己买那个小型的电疗机啊，嗯，买回来家里面自己用啊，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按了几次之后呢，温瓦龙公吼，嗯，尴尬。有感觉，但是无好个。但在市面上常看到的这种小型的电疗机，它都属于所谓的低周波。你再看到最旁边中周周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是可以整个穿越到脂肪，然后到肌肉深层内部的位置。哦，比较深入，比较深入一点点。嗯，以前哦去医院哦，那妈妈真的会担心。是，现在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了这一台啊，你看，你得居家，居家，这是什么？来。就是这一台，嗯，这一台这么小一台迷你型的哦，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哦，嗯，它的频率就跟医院那一台大台是一模一样的哦，所以它的功能呢一样哦，跟医院那个大台中周波是一样的。那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是说我们直接哈，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因为呢中周波它的频率一定要在4000到5000这个频率才叫做中周波，嗯，4000到5000，所以我今天哦我也有请了一位的专业的工程师哦，他有带了专业的仪器来，我们现场就来测试看看这一台机器它是不是有中周波的频率。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量测出来的频率呢，它是83.3啊，等一下，低周波是83.3，是的，那我们刚才中周波是4810，对，哇，差这么多，一秒钟按80下跟一秒钟按4800下的差别。而且这一台它真的很方便，是说是你看哦，现在这个小小台嘛，你放在口袋里面，你要去做家事就这样子放进去，嘿，还是你要去洗菜机啊，还是你要去游览，你这咋的都好用。你看我现在这样主持，你也不知道我在按摩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你按下去之后，它是直接帮你的循环变好，然后你的肌肉会放松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深 Q 挺还收窄，它真的能够帮你达到深层的舒缓。以前医院那么大一台的机器哦，现在做成这么小一台。对，而且这一台你看哦，它有拿到这个欧盟的 CE 认证，欧盟，还有美国它的 FCC 的认证，这个是通过国际规格认证的哦。对，这种要拿这种认证真的非常的难，很难很难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一台它还是所谓的台湾之光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拿到矽谷去参展哦，它是矽谷银发创新2.0的优胜奖，还有你看亚太数位挑战赛的第一名哦，是，它不只是这些哦，还有你看哦，我们今天还有经济部工业局的优良厂商，对，还有我跟你讲，还有真的奖项真的太多了，还有工研院哦，它的新创展览活动当中都有。最重要，你看最后一张，还有最后一张，这是到德国柏林去参展，所以这一台机器哦，说真的是台湾之光，真的造福了不是只有我的妈妈，还有呢，你看到像我们的于大哥、于大姐，还有很多的人，我想没有时间去医院去排队，没有办法每天去做电疗的，我想这个真的是解决我们的困扰。